网上看电影，每次看到“会员可以跳过广告”这些字样，都会觉得他们太无耻了。人家花钱做广告，他们又让我们花钱去广告，重点是广告商也傻，看广告的依然是买不起产品的我们这些屌丝，而买得起产品的高富帅会员从来不看广告。培训学校干不下去了，我家跟前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今天装修完毕，变成了一间书店，里面的书全都是教材。书店老板还是原来的校长，走进去一问价格，书本不卖，只是租借，月卡600，季卡1500。我就纳闷了，你收这么贵，有人交费吗？校长说，贵有贵的道理，我们的服务是很到位的，租书有人辅导，看不懂可以问服务员，这些服务员你都认识，以前那些老师。现在他们不是老师，是服务员。我一时间无语了。